透过。这个蒸汽就是它的米里面的水分啊，它米本身有水分，然后它的机械原理是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就是高温高压的原理，因为铁是热的嘛，那倒进去空气是冷的，盖子盖上之后我把米放进来，这是我们一般吃的白米，我把它倒进来，倒到这边来，把它倒这边来啊，进来的同时，我把盖子锁上。这个盖子要锁紧，它如果没有锁紧会漏气哦。盖子锁紧，那么锁紧之后，我会放到瓦斯炉上面来加热。这边有个瓦斯炉，同时我把机器打开，防尘袋盖上。哦，这是一个防火跟防风用的。那同时我把瓦斯打开，我把瓦斯打开。因为我们外面空气是冷的，里面空气是热的，所以它加热同时产生热空气，里面会有压力。那透过高温高压的原理，打开之后，它热空气往外跑，往外跑之后遇到外面冷空气，它会瞬间膨胀。哦，那膨胀起来的时候，它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哦，你从这么小，拿一下红马比它这么小，膨胀之后这么大，哈，整整是十倍大。哦，所以透过我们的高温高压的原理，哦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哈、哦，从下面拉出来，拉出来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哦、我稍微过滤一下，就是过滤之后，它把一些细小的东西它往下掉，像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它的脆米，它这个一定要过滤掉，它把它吃起来就会割牙，嘿，就会割牙。那我现在把它倒到这边来。这个爆，你要拿来爆米箱的米哦，不能洗哦。你如果洗过之后，你必须要把它晾干哦，不能你洗过之后含水量太高，它爆起来就不会脆口，整个会稀巴烂的，口感有差。所以很多人都问说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米不能洗？不是它不能洗，是洗过之后你要把它表皮的水分把它烘干，要不然没有烘干之后，爆起来的米不会是这样一整颗的，会整颗断断续续的，它吃起来不会脆口，它吃起来口感是烂烂的，它的含水量太高了，这个熟成度，然后让它煮一段时间，没那么快，还没好。
之后我们用滚轮把它压实。现在锅子里面放的是水，所以我现在调的是下一锅的糖浆，哦，里面就有二砂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砂糖，我把它倒到里面吧。那之外，我们会加少许的盐巴，就是让它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死咸。这些盐巴在这里，最后就是我们的麦芽。好，让它煮，让它煮。它刚做好的时候是热的，所以是冷的。它是随着温度慢慢往下降，所以它切速度要快。切太慢的时候，它整个起来就，然后就不会很好看。现在是画线，线没有断。等一下会裁开，画这个线就是方便我们吃的时候用折的，用折的。等一下会线画完之后开始，我会把它整个裁开，好，整个裁开，这个时候才有切断。它这切起来是热的，它不能马上包装，马上包装里面有水汽。那稍微冷却一下包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之后，里面的空气要把它挤出来，挤出来之后要绑紧。那它这米香的保存方式就是没有吃完之后整包把它拿到冰箱去冷藏，所以我们这个口都会封得很紧，整包拿去冷藏，那冰过之后它会比较酥比较脆，天气热的时候冷软的是正常的。先把电扇关掉，我会利用空档啊，如果有时间我会利用空档啊，如果真的没时间，他就是要等的。所以像这种乡下地方，就会有婆婆妈妈会拿米来全部帮他代工，然后一公斤的米就像这样六包，对。那客制化的东西就是你想要吃什么就可以加什么，比如说加坚果了，加腰果，加核桃，甚至加那种葡萄干的也有啊，我把它泡出来，我往这边放。我不能删了。
上能够念美术班的成绩还很好。现在的手程就已经到了。八刀。糖浆倒进去之后，搅拌的速度要快哦，因为它倒进来之后温度会冷却，所以你要趁热的时候搅拌它，你才搅拌得动。而且梅粒与米粒它会比较容易充分均匀，等它整个冷下来的时候，你都不好搅拌的，不粘锅。如果没有吃完哦，可以封住，它不会这样子。听过说它比较舒服，就是。